米奇在雪中扭动双手，热情飞舞，一旁还有唐老鸭来助阵，卡通经典人物日本东京迪士尼都可以看得到，但小朋友最爱的气球却买不到了。オリエンタルランドは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東京ディズニーシーで12月1日から風船の販売を休止しています。原来气球里氦气短缺，造成气球充不了气，只好无奈停售。其实不止日本，就连台湾也面临同样的窘境。这跟他要的话，就是不一定说会是你想要的数量啊，但是你跟他说可能10只，他可能只给你5只这样子啊，这可能就完全都没有，不供应这样子。对，那你就可能要自己再去找啦，就是全省去找看谁有这样，但是那个价格都一定会是会拉上来啊。氦气短缺除了因为用途广泛外，还因为在空气中含量低且无法通过人工方式取得，加上海上运送停摆，渐渐影响到气球的提供。现在不止闹氦气荒，俄罗斯天然气量骤减，导致价格创新高。A new record high after a pipeline that brings Russian gas to Germany switched to flow east.欧洲地区的天然气价格在21号涨了20%，每百万瓦时要181欧元，约台币5701元，创下历史最高点。主要因为俄罗斯一条输往欧洲关键管线终止供气，买主争相抢货确保供应。如今一涨，不只为通膨带来更大的压力，也让今年冬天想取暖的民众增加负担。天然气大涨，供应不足，也让英国面临食粮短缺的问题。That we produced an animal to go into the food chain and we run out of CO2, it's just crazy.英国主要生产二氧化碳的化肥厂不得已只好停工，一停工缺少二氧化碳，让英国碳酸饮料、加工肉品等无法制作，导致粮食短缺。虽然目前英国政府紧急协议重启化肥厂，但成本却提高将近4倍。全球大缺气这样的连锁反应下，也造成新一轮的供应链危机。东森财经新闻杨昭、傅以文综合报道。